你麦克风没开，有吗？我点了，只是不小，只是小声。哎，他们后面听不到，还好，后面对我们，对台湾的吹干。好，贵宾好，前面那个是珍珠养殖场，台湾的集团来那边投资的。这边那个水池，这边那个海水的咸度很适合养海水珍珠养殖的方式。一种是两个三年的时间，那个颜色大概是白色、黄色，然后第二种五到六年就是粉红色，然后第三种是八到十年，那是最贵的珍珠，那是那个金色的。不是圆球形的话，这个磨成粉，做那个珍珠粉，都用来做那个化妆师的产品。好的，OK，这边帮忙看。看不到啊。